周瑶，母亲，你在这里待了多久？一个月了。。你受伤了。 是啊，我伤得很重，不过没关系。我受过的伤，是别人教给我的道理。曾经我全心全意相信的人，教我江湖大义的人，现在反过来，我不再相信他。 此生不做伪善之人。从今往后，那金仙便是我的仇家。我还是要建立一个门派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万路门。我要以刀杀出一条血路，以剑驳回一个公道。